我是来自赫尔辛的狼人，曾经的我。而当了奶爸之后，带孩子也太难了吧，爸爸。有了，宝宝，这是我们科尔星的画板，可以将你画的东西变为食物。你画些小动物，我陪你玩好不好？好。你在画什么？恐龙，还剩个龙头没有画了。我给你演示一下。好了。学会了吧？我去买个菜，你先玩着。宝宝，我回来了。啊！科尔星球，爸爸，看我的新朋友们，可爱吧？可爱，可爱。自己生的女儿，怎样都宠着。来吃饭。带孩子难，带孩子的宠物更难。你好，这里是奇形怪状动物展吗？是的，这里买票进。支付宝到账二百。